简单哇！今天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哈，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龙年即将到来，我们要祝福观众朋友在龙年都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呢都可以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很特别哦，我们来个 PK 大赛哈。我们因为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呢，所以呢我们更努力做好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让观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都学习到许许多多跟健康相关的资讯哦。那当然求救兵团呢。啊，每一集都很卖力的哈，然后也学到了很多健康资讯，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 PK 赛，我们 PK 赛可不是讲讲而已哦，来看看，哦，这个红包条，这个红包哈，这个红包里面是有钱的哦，而且我刚刚检查过，它不是玩具钞，真的假的？它是真的真钞，可以买东西的真钞哈。所以呢，我们只要 PK 赛啊哈，赢的人啊就可以下来抽这个红包。那这个红包呢，里面有2000块，有3000块，当然最多的是500块，好，还有100块。对不起啊，我做错了啦，我要去做那个。好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老中青三代，我们是混龄混搭，好，然后分作三组。我们首先来欢迎第一队，叫做是健康队。你健康，我健康，这么多的欢乐之外，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期都会有许许多多非常专业的评审，非常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现场，还有许多的贵宾来，我们今天也组成了一对最权威。最专业。最可爱。最有 power， 让我们把健康带回家。我们的医生，我们的专家们，总是感觉比较害羞。好的，我们要来进行第一个单元。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专家都是我们的评审。好，那我们。对这个球品，今天这三队要努力了哈，有很多的钱可以拿。我们来进行第一单元，叫做“健康好简单之兔年总温习”。哇！好，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是“健康好简单之兔年总温习”。哇！很明显的呢，这上面有16组的题目哈。那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观众朋友分享过的关于健康的主题哈，我们就请我们的三组健康吉祥跟如意队哈，我们刚刚猜拳，第一组是吉祥队，对不对啊？所以你们的顺序是吉祥队、健康队，再来是如意队啊，加油！这个答对一题呢，可以继续往下选其他的号码，如果答错的话呢，啊，这个权利就交给下一组了。那我们不止呢是要答最多题哈，可以来拿这个红包。如果你们的题目哦答对的有连成一线，横的、直的或斜的。还可以再多抽红包，这样懂吗？好的，那我们就预备备要开始了。好，我们从吉祥队开始选题目。经过我们刚刚吉祥队的思考以后，我们决定新年嘛，要选一路发的八的上面那个四。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题型。好多余哦。跟太阳眼睛有关系。请听好题目了，请问。现在的太阳眼镜除了防太阳，最重要的就是时尚流行，所以什么颜色的镜片都有，但是要小心选择什么颜色的光是造成视网膜黄斑病变的主要原因。请作答，计时5秒钟开始。太准了，天网，天网。好，请回答。蓝光。注意师，对不对？答
家都知道，我们除了老花之外，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就是黄斑部的病变啊，叫 macular degeneration。那造成的原因不清楚，但是可能跟氧化或是老化，还有太阳光的直射晒有关系。是，大家想想看，太阳光可能就比较偏蓝光啦，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认为说，因为它的波长或者是它的这个光线的这个强度，那所以蓝光的太阳眼镜是比较不适合老人家来戴，可能会避免它造成的黄斑部病变。所以答案是正确的。接下来就我们刚刚说的一路发八，好，八就八，来八，关于降血压的题目，请问预防高血压的饮食疗法，我们称之为 DASH， 目前已经被广泛的建议应用在防止跟控制高血压的食疗方法之一，请问所谓的 DASH 是要多摄取胆固醇、高纤维、高钾、高镁，还有哪一种物质的食物？计时五秒钟开始。哦，好难哦，好难。好，请作答。我们的答案是高纤维。嗯，已经讲讲了。好，来，吴医师，请举牌。哦，刚刚不是我题目已经念过了吗？好，来下一组。健康队计时五秒钟开始。5 4 3 2 1 turns off， 请回答。高钙了。好，来，吴医师。耶、DASH 就是我们在预防或者是控制高血压的一些饮食疗法里面，它强调的就是要低胆固醇、高钙、高镁，然后呢高钾、高钾、还有高纤、高纤维、高钙、高钙，对 ，OK， 好，所以怎么那么厉害？好，健康队，恭喜你们，来，好的，继续选一个号码。那我选就是对我生命中就蛮有意义的一个数字，这大概是初恋的那个岁数啊，零号，六号，好，关于肠病毒的题目，来，请问，我们知道要预防肠病毒，最重要的就是勤洗手，或者是用高温来消毒杀死肠病毒的病菌。请问几度 C 以上的高温能够消灭肠病毒？计时五秒钟开始。4 3 2 1，请作答。80。单单请举牌。好的，那我们要换到我们的如意队了，计时五秒钟开始。他讲的八十度，你会发100度吗？100度，来，朱医师，请举牌。只能80度跟100度都可以把手烫熟。好，我们再回到的是吉祥队，计时五秒钟开始。40度。哎，朱医师，请举牌。我们就放弃了，好不好？叉叉，嗨。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答案是，足底筋膜炎的高危险群其中之一是体重过重者。我们教过大家怎么算人体成人的体重 BMI 值，请问 BMI 值超过多少就算体？